大家好，我是彦庆。嗨，大家好，我是钟毅。对，今天天气很好，是我们准备明年赛事的第一场的训练营，就在台北的擎天岗。然后今天我们会大家做一些比较基础的训练，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地方是非常很多很多游客会来这边运动的一个场地。那它有草皮，有阶梯，有石头路，其实也跟我们的垦丁赛事有一些类似之处，对不对？对，类似之就是说，它除了石阶以外啊，其他的土面的介质，我是觉得跟恒春有相似的地方。那比较可惜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草皮比较没办法让我们去跑，不然这个都可以跟我们恒春的赛事的赛道是有相类似的地方。是，对，然后再就是一些简单的装备介绍啊，但虽然说是简单，但是确实很基础、很重要的部分，今天也会带给大家。那希望透过我们这样持续不断的去推广这样子的运动，还有教育，能够让更多人认识越野跑运动，还有越野三项。对，那除了我们的跑步的技术技巧以外，我们希望大家能因为这个活动呢，能学习如何跟大自然相处、包容，以及对世界的关爱。我们用运动来踢球。